便当一打开，丰富多样的菜色，从里头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心。这是草屯超星宫主委黄天龙夫妇发放的爱心便当。从二月份起，初一跟十五都会准备300个便当，发送给60岁以上的弱势族群。拿到便当的民众们都直说太感谢主委了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爱心便当吼，大项拢具备营养嘛吼，肉嘛有啊，青菜嘛有啊，对咱的一寡吼老大人的营养拢，大项拢有具备啊吼。啊来感恩，非常感恩哇，咱的妈祖吼，啊甲予咱的主委。有这种迄个主意的甘心，吼，让大家有温暖的心在感谢，啊，让咱的大家会当团结，啊，直接感恩到黄主意啊，嘿。主委年轻时做生意负债，后来在妈祖娘娘的引导下，到美国发展相当成功，因此他把对妈祖娘娘的感谢转化为爱心，来发送便当，回馈地方的同时，也希望能帮助到较弱势的族群。是讲这吼，我调整讲吼，啊，把这個爱心吼便当吼。啊，是用我恁的班吼，因为吼啊过去啊，啊咱妈祖啊帮我吼，叫我去做生意吼，啊做了生意拢袂歹吼，啊每一年啊，我10几年前就开始吼，一年拢拨200万出来救济吼，啊咱遮爱有需要的人啦吼，啊所以吼一年吼啊，我讲每一个月啊啊初十五啊。拢拨600粒的饭包吼，做吼做那个咱调情奖吼，有需要人七十五吼，拢来调情奖吼，得爱心便当安尼吼。议员黄文君也来到现场，一同参与活动。对此，除了感谢草屯超轻工黄主委的爱心善举以外，也期盼能有更多人来加入此项行列，一同来做爱心，让弱势族群能感受到爱的温暖。我们草屯哈，咱的调情奖家哈，有咱的草屯妈吼妈祖庙。咱伫每个月初一、十五，拢有发放300个便当，有250个是分的，50粒是素食的。伫初一、十五，除了11点至12点半中间，每个民众，假如你若讲厝有老伙啊，啊是有囡仔。不方便煮饭的人都可以来这边领取，让大家感受到爱的温暖，播放出去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咱草屯每一个所在拢处处有温暖，也有爱心。草屯超轻宫位于草屯镇富寮里总镇路581号，主神为天上圣母，也就是俗称的妈祖娘娘，并于每个月的初一跟十五，在庙前方的广场发放300个爱心便当，其中有50个为素食。欢迎有需要的民众来领取。赞。米西武宁轩草屯采访报道。